大家好，李小牟先生好，哎，何斌先生好，哎，何胜好。抱歉，抱歉啊！本来啊，我们要尝试让大家呈现一个李小牟先生更好的形象，甚至希望把我们这个节目进行直接的播放出来啊。这样的话呢，啊，网友和小牟就可以进行互动了。但是非常遗憾，我们的机器人测试了很多次，由于这个提供这个系统的这个供应商它的技术的这个局限，我们是集体联信的时候啊，没办法让这个小牟呈现出更好的形象出来非常抱歉了那么但是希望尽快的改进。好的，尽快改进吧。对，好了，那么我们知道啊，像我这样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啊，不知不觉啊，自己就产生了一些非常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最开始是我的饮食，我最开始4、5年的时候啊，基本上是很难接受西餐，但是妈妈们就觉得，哎，吃西餐挺好吃的，因为在妈妈们就觉得不仅仅是一般的西餐挺好吃，所有的外国餐只要不是中国的，我都可以接受了，只要不脏啊，你个衣裳你都是可以接受的。这种变化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慢慢慢觉得中国变得比较遥远那你开始会觉得，哎，中国有一些事情做得也不错，哎，有一些事情呢做得还是很糟糕。为什么有些事情觉得做得不错了？就是因为你发现以前你会很引你对政府对这个社会发现一些不满，一些不满意。但是你到了西方以后呢，你发现，哎，美国或者加拿大或者是其他国家一样的也存在这些问题，所以你心情就慢慢开始平静。以前的那些愤怒和怨恨，有一些可能是对的但是有一些可能呢是错的，或者是比较偏激的。我们毕竟是见识有限。还有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你慢慢慢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尤其是我生活在美国，对美国发生的事情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觉得，哇，这个事情怎么是这样，那个事情怎么是那样，然后就开始形成了把原来的对中国批评的那个劲头就开始转移了，开始转移了。当然有一些网友很难理解这一点中国不民主你还不批评中国，美国民主你还批评美国你是一个大五毛或者呢是大外宣这顶帽子在我们媒体人来讲是非常熟悉的帽子，反正也无所谓这个不是个问题。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我不知道小莫到日本之后是不是也会像我这样的变化，还是你不一样？当然，因为我到了日本这么多年以后，特别是我要写一些专栏，当然首先要了解日本，然后跟中国去对比，了解了中国跟日本。当然现在做你们民进以后，在这之前我也比较关注美国，所以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关心我的国家。我今天讲的我的国家是日本，所以我们这个在这边存在的什对，么？这句话也特别特别敏感。为什么特别敏感呢？就是在国内的人你听起来觉得，哎呀，很不爽，很不爽，觉得你的祖国是中国，你为什么说，哎，我的国家是日本，我的国家是加拿大，我的国家是这个美国。我记得这个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吧，周恩来出访的时候到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是东南亚一个国家，那些人就希望怎么怎么样，希望祖国怎么怎么样。周恩来总理当时就说："你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在赎罪国遵守赎罪国的法律，你们是赎罪国的这个公民。"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移民的最基本的常识，但是中国的新移民毕竟是最近几十年在发生，所以很多人都很难接受。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是陈冲吧，就是中国有一个电影演员。对吧？他回到中国之后，他自然讲出一个什么话，当时引起的这个震动非常之大。人们好像对这个，你是个中国人，你就永远是个中国人，你是一个什么样，就永远不能改变。其实很多人变成了其他国家的公民，就应该把那个国家变成他的国家，把中国变成一个祖国，你可以关心他，你可以爱护他，你可以支持他，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首先还是你要守在国为你的先前提，对吧？应该这样讲吧，应该准确一点讲，就是说应该把中国当第一祖国。我现在的所在国是我的第二祖国，
然后我还有一句话呢，就是哪里好，哪里就是你的故乡。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也就是我的故乡一样。所以我经常把歌舞伎町当做我的第二故乡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今天生在日本，对吧？我也喜欢日本，也待了33年。所以我觉得我的国家，那我现在指的我的国家当然是日本，因为我现在自己就生活在这里嘛。那日本政府出现了什么问题？那我肯定就像以前一样，以前我是带着外国人的眼睛去看，我是带着第三只眼睛去看日本，然后我在美国新闻周刊日本版里面是作为外国人的那个观点出来，发现日本的社会的问题。但是今天我自从2015年入了日本国籍以后，在日本去参加过2次竞选以后，那当然我今天的视角就是以日本公民和日本国民的角度，或者是在日本生活的媒体人的角度，来钻山打洞的发现日本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理所当然的，就把我的第二故乡，当然也会经常跟第一故乡去比，是吧？但有些呢，因为社会制度不一样，环境也不一样，是吧？然后它的经济水准也不一样，所以有时呢是能比，有些不能比。但能比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东方人，都是亚洲人，都是吃大米的，都是写汉字的。那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在中国待了27年，实际上我在日本待的时间更长，待了33年。那所以我讲，我是现30年河西，太平洋的西面是中国。太平洋的东面是日本，在东瀛也待了33年。人家那个俗语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对吧？这是季羡林讲的。那我改过来，我是先30年河西，再30年河东。那我在现在，我可能我的骨头将来就埋在歌舞伎町也好，埋在新宿哪里也好。如果我死了以后，我想这也就是我的故乡一样。那这里发现的问题，我觉得我应该比在第一祖国的人发现的更早，因为我就生活在这里嘛。所以政府的，比方说要加高我们的税金，对我们的保险，还有对我们的生活福利等等，特别是20个小时以后马上要举行的东京奥运会，那我更关注。那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在88年33年前来日本的时候，我经历过几次奥运会。第一次是88年的韩国，那时候叫首尔，对吧？汉城奥运会，首尔奥运会，那是88年，正好那一年我来日本。那个时候呢，我没有到现在。88年那个时候叫汉城。那汉城对，还不叫首尔，叫汉城，汉城奥运会。那个时候呢，但我只尝到的一点是什么呢？是我的同班同学，日语学校的同班同学拿了88的烟来给我抽，他说这是我们奥林匹克的烟啊，那我就尝到了第一次，我人生中第一次已经那么亲近的尝到了奥运会的滋味，那就是烟的滋味，88的烟，当时韩国造的一个烟。那后来呢，又经历过98年的长野冬季奥运会，那是第一次在日本经历奥运会，我还有他的那个他们队员的那个衣服，还是高价买来的，当时加胖，后面是个加胖，一个冬装的衣服，蓝颜色的外套。那第三次经历奥运会，那当然是08年的北京奥运会，对吧？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奥运会，在北京，就是也就像今天一样，明天就要开东京奥运会了的头一天，我到了北京，然后赶到了天津去看了一场比赛，就是美国队对日本队，当时那就是08年的8月7号，大热天，坐的就是那个快速很快的从北京到的那个到天津的那个火车，那是中国最早的火车之一吧。然后到了那里，我们在看台上，我是跟日本人一起，结果旁边的中国人，这小日本怎么，就是日本要输的时候，他总是觉得很惋惜，就旁边的中国观众都给日本人打气。
那是在08年的时候啊，就是你能看得到啊，就但愿日本能够赢一个球，但那一天输得很惨，应该是3-0输给了美国，要应该是预选赛吧，头一天啊。但我想讲的就是在天津经历的奥运会看到的，中国人是在为日本人在加油，就为日本感到惋惜。当然那时候中日关系也比较好啊。那个时候在整个过程我也到了奥运北京那鸟巢，我也进去过，我记得我还在中国歌剧院看了一场那个朝鲜的这雪海音乐团演的那个歌剧卖花姑娘啊。我为什么会去北京呢？这个我应该解释一下，就是当时我为日本的一个专门为中日之间做媒体调度工作的一个公司，我当他的顾问，所以到了北京，因为我一是懂中文，再一个还因为他是为NHK 啊，为日本的电视台服务的媒体，在中国去采访，所以我既可以做翻译，也可以帮做调度，而且我们做他的顾问，所以我在08年的奥运会的现场。包括上海世博的时候，就2年以后的世博，我也在现场，因为我也是做他们的顾问，做了一个那个叫那个在世博会里面有一个最贵的日本人开的紫色的紫叫 Murasaki 的一个高级日本料亭，我是那个料亭的顾问，他的30来个中国员工是我帮他做顾问，在上海大学，包括在武汉还有四川等地招来的一帮会懂日语的学生，然后送到了京都培训，然后再回到上海的半年在世博里面工作，所以我是那个紫的高级料亭的顾问，所以在上海世博的时候我也在中国。那讲完在中国经历的奥运，那回过头来讲，我们马上明天要开会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是讲东京奥运会。对，为了这个让你的节目能够很快让观众知道啊，最近几天我们把语音的计划3个星期播放的啊，这个日本有个李小牧系列啊，把它压在一起啊。你提早播出来了，很抱歉了，但是没有办法，否则的话我们的次数会乱掉啊。对，因为今天我为了也是为了在东京奥运会开幕的头一天做这个节目，我昨天特意到了那个奥运会的就是外围的现场，能进去的地方，甚至有一个是不能进去的地方我也进去了，然后麻烦导播把第一段视频放一下，就是也那个天桥的，哎对，这个这个视频，这个它的左面就是新天皇住的翅膀的皇居，右边我们的前进方向的右边的这一片森林一样的树，这个就是奥运会的主会场所在地，我们叫神宫，明治神宫的神宫，正好这个信号灯的这个，我应该是往右边拐进去，但是它现在已经打了一个牌子，不准拐进去，这个路口不能进去，那我就只能绕到别的地方，后面那个就是奥运会的主会场，那边不能过去，看到2020 Tokyo 2020，这就是主会场的外围，这里面是进不去，那我要去找一条小路，但我这是在我们新宿区，所以我很熟悉，我又绕到了主会场的就是工作人员的入口处，这个信号灯过了以后，前面有一道关卡我已经过来了，然后后面还有一道关卡，看我能不能进去啊。你看这就拿到了这个主会场的那个外围，看得到，你看前面有警察站在那里，那个黑颜色汽车那里站着警察，那里我的车是开不过去，但我有一个办法，我往左一拐，这拐在一个什么地方呢，叫日本青年团，就是现天皇原皇太子，他坐的在这里停一下，在日本青年馆，没有停，那就算了吧，你再倒回来一点点，上面那个路牌，再倒回来一点，能回来一点点，看得清楚吗？那回不了就算了吧，你就就这个上面有一个日本青年馆，看到吗？这个日本青年馆呢，就实际上是日本青年团，是原皇太子现天皇啊，我讲补充讲一下这个天皇，
我跟他是同一年出生的，我们都是60年出生，但他比我大半岁，他是2月份的生日吧，应该是，对，我是8月份，我们是同一年。然后他结婚的那一年呢，也是我跟日本的久美子结婚的同一年，OK， 这是巧合啊，我不是想去，不过也沾点喜庆吧，他毕竟是天皇，这人啊没得比的。你看，同样的年龄的人，他做天皇，对吧？我还只是一个，我们只能在明镜上来露露面。但是有一点，您讲，我比他自由，我可以做明镜的台，他不是谁的节目。但是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对日本的了解是很浅薄的，因为几十年以前我就到过日本好几次，但是每一次都是朋友陪我玩呢、啊。看到的都是美国日本非常美好的一方面，讲老实话。那么现在这些年华人这个尤其中国大陆的人到了这个日本以后，写了很多文字拍了很多照片，很多是非常的温馨，非常的就是令人感动啊，原来妖魔化的这个日本不是那么一个样子。但事实上最近我又产生一些变化，就是尤其是疫情开始啊，就是我的日本观众、日本朋友就开始跟我讲很多很多日本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在日本最近，好像是因为太喜欢他了，还是我的朋友有太多在日本，我就开始有了一些批评，有了一些思考，也有一些试图想更多的一些了解。您刚才讲到了日本的天皇，那我去过泰国很多次，我的朋友同事在泰国工作，那么这个在泰国是不能批评国王的。不知道你们在日本可不可以批评国王，批评了有什么后果？也不可以，也不可以，有什么后果？就是作为媒体，作为政治人物，坐在公众的场合，基本上对天皇是没有太多的评价，就是不会，也不能在媒体上公开去批评啊，或者指责什么东西，基本上没有，只是在你是个自觉行为是吗？应该是自觉行为，就还因为它毕竟是一种象征意义的，就是像神一样的，是一种象征意义。正因为当年的美国人知道这一点，所以在追究战争责任的时候，没有追究到昭和天皇身上来。所以呢，美国人也很明白这一点。如果把这一点给日本都没有的话，这个国家会乱。你拿哪一国的人来统治都统治不了。还只有日本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所以他后来又修了一个改了一个和平宪法，由日本人管理日本，就这样。当然日本有很多受美国的影响，对吧？你刚才讲过日本呢、很多人写的日本关于好的文章啊，但我在这里33年看到更多的，但是跟中国比较起来，甚至跟美国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干净啊、卫生啊、长寿啦、环境好啊，但也有环境不好的时候。好的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第三只眼睛来看，或者是我们作为原中国人，或者我现在作为日本公民，真正作为媒体人要来看他的话，我们觉得老表扬他没意思，我们应该讲他存在的问题，对吧？就像这几年你们美国不是一样吗？这4年一塌糊涂，对吧？到了去年死亡那么多人，对吧？其实日本跟着美国是一样的，对吧？如果在去年这个疫情，对吧？如果抓紧一点，美国首先抓紧一点，对吧？不要死了60万人，是60万人吧？现在，对，然后60万人嘛，日本早一点，我没注意到，对。对，日本早一点戒严，到今天为止日本没戒过严。早两天有网友在推特上跟我指证，我觉得指证的很对，因为我在上次节目里面讲过我们戒严，其实日本从来没有戒过严，那不叫戒严，只能叫是自述，叫紧急事态宣言，它的汉字几个字，紧急事态宣言，那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叫你自述期间，自己自述，就是你自己严肃一点，在家里不要出来，规矩一点，是让你保持自觉的东西，没有一个说哪里挡了什么线，或者你上了街就罚款，或者你干了什么事情，就没有那样没，它不是一种真正的行政命令，也没有也不需要负法律责任，对吧？
所以这个有一点像美国的这种紧急状况，对吧？我们发布一个紧急状要大家注意，跟你一个意义上的这个建议啊不一样。像我纽约这个地方，我们经常也天灾人祸嘛，啊，那么主要是天灾啊，人祸少一点啊。但是呢，他发布这个紧急状况的时候，最开始我吓一跳，哇，发布紧急状况，紧急后来发现就是要你自己小心一点。对，就是你自己住宿在家里，不要出来，是吧？还有就是不要4个人以上的聚会。啊，最近呢，东京奥运会期间，是吧？10天前又开始，就是白天饮食店不能卖酒，东京也又开始宣布，东京在奥运会期间白天也不能卖酒，所以这两天越来越感染的人数越来越高，一直到今天，我现在跟你做节目的1个小时以前得到，最准确的就是，比昨天更高，昨天是1800，今天是1979。1979个人，那越来越高，越到要开奥运会的东京都感染的人，感染的这个人数更高。还有就东京都不能卖酒，现在东京的人跑到神奈川，神奈川就是横滨所在的地方叫神奈川，还有埼玉，还有千叶，跑到那些地方去喝酒，这个那3个县的知事。今天都发表讲话，东京人跑到我们这里来，对吧？东京的人你们最好别来，因为从今天开始，日本是四连休，也希望连休的时候自述期间，东京的人你们不要来，所以在那些县看到东京的车牌也是不高兴的。为什么？什么叫四连休啊？就是因为星期五，从昨天星期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叫四连休，我们叫四连休，就是因为马上开奥运嘛，然后，有这四连休的时候呢，大家都不要到外地去啊，不要来我们千叶，不要来我们神奈川，你们东京，因为东京都规定是不能白天不能卖酒，所以他们呢就利用休息的时间呢，这个节假日跑到外地去喝酒，但是呢，那外地现在感染也增高。不仅是感染人数增高，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重症者这个病人加多，病床就更加的困难。而且现在是在按照专家今天在 NHK 的节目里面的放出来的讲是，如果按照这样的发展下去，等到奥运会要结束的时候，差不多到8月份。每一天感染人数，东京都会达到1000，这是预测啊，这是预测。然后麻烦导播找一张照片，我今天把4个国家，今天这也是今天是日本电视台放的一个节目，临时用手机拍了一张4个国家的一个就是打的疫苗的那个比较。哎，对，就这一张。旁边的那个中文是我翻译的，我临时用那个手机，以色列现在打的疫苗呢，今天比较是有60.7%，两次都打完了，就两次接种，做到了的。英国，中间这个绿颜色是英国，伊格尼斯是53.4%打了疫苗的，美国 America 是48.3%，底下不用翻译，这汉字一看就知道是红颜色日本。打完2次疫苗的差23.2%，你说明天要开奥运了，我还再讲回这个道理，那就是当时我们的菅义伟首相到美国跟发展跟辉瑞的老板打电话，打晚了，这个电话今天日本的几个电视台还在讲这件事情，就是刚才的这个日本电视台也在讲这个事，菅义伟应该是没去美国之前就应该跟发展跟辉瑞的老板打电话，当然这是邀请了辉瑞的老板来，他们还要进行商谈，就是还要加多辉瑞的辉瑞还有包括那个还有另外一个美国还有一个公司的老板邀请来参加奥运会。我讲到参加奥运会的人，你美国的那个总统夫人已经上了飞机了啊，大概现在正在第一夫人，第一夫人，对，
拜登的夫人已经在天空上了，好像还没落地吧？我刚才没开电视。然后那个美国代表团是两个人，一个是拜登夫人，还有一个是美国驻日本大使，两个人。中国的原来定的是要副首相级、副总理级的，到今天我给日本的一个不是 NHK 啊，一个大媒体的专门管。外姓的一个头目是我多年的朋友。当年我在北京奥运的时候，我就跟他在一起。他当时派驻北京做记者，他做过北京，最后当了副总局长吧，对，当过香港总局的局长。但香港也就一个人，我跟他很好的朋友。今天我打电话问他，我说中国的来了吗？他现在不知道，现在还有20多个小时，估计明天现在吧。计划是申请男来是吧？原来是副总理级的人来，因但为是，孙春兰是副总理，他服在这个体育嘛。但他能不能来？估计因为拜登夫人来了嘛，估计他应该来的可能性比较高。但现在还没有下飞机，还没到日本。因为北京飞过来也就3个小时嘛。另外呢，台湾还有本来邀请的台湾，但台湾跟日本没有外交关系，对吧？然后不可能邀请，就是台湾的领导人来，不可能。但是呢，他们的大层级的人物邀请了一个叫唐凤的人，你知道吗？唐凤是我的朋友的小孩，哦，是一个超级天才啊，从来没有读过大学，没有读过中学，没有读过小学，对，就本来据一说。位很好的朋友的小孩 OK，啊，真是为他感觉到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找唐凤啊，太奇怪了。他呢，本来是你看啊，因为日本人也对他现在比这个蔡英文的知名度在日本还高，因为他是吗？几，对，绝对比蔡英文那个高。你要讲台湾人有谁啊？汤山啊，都知道汤山。要讲晒伤的人啊，晒呆的人，那只有媒体人知道，普通老百姓，因为电视里面经常有他的连线，因为台湾的那个疫情管理的好的时候也跟他连线。那最近呢，虽然是又复发了一阵，在5月份一天，台湾感染的人有达到500人，但是最近又把它控制下来了，一天只到了20个人左右。就每天感染的，就是日本的媒体，包括日本媒体人，还是在赞扬台湾，还是管理得好。结果呢，就要把这个功劳呢，不是蔡英文，要归功于这个唐凤，唐凤。对，所以呢，日本这次奥运会呢，是打算邀请他来的，据说受到了某一方面的压力，他来不了。其实大家都很期待他来，他应该是来不了啊。但是日本人是很希望他来，这是我得到的消息啊，通过那个媒台体。湾闹了一个风波啊，就是说他们的官员，体育负责的官员和奥运选手一起到东京，结果呢？选手坐经济舱，官员坐这个商务舱，结果引起很大的波动啊！蔡英文政府还表示道歉，好像那个负责体育的一个什么部长啊什么，他辞职了。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太悲剧的那风波了吧？台湾有时候这个民意啊，我觉得有时候太左右政治太厉害。你想一想，在美国或者很多国家，运动员很多啊，是普通的选手啊，你为什么不能坐经济舱呢？对不对？官员他是有一定的级别要求的，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行政安排，到了一定级别，他就是要坐商务舱啊。我不知道台湾怎么安排，反正我有时候觉得台湾的这个老百姓太厉害了，我经常批评台湾老百姓，我说你们这光顾聊生意也不好嘛。然后我还顺便问的这个媒体人，就是说，那台湾既然管理得好，那前面又感染了一天有500人，为什么疫苗达不到那个？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疫苗呢？那日本是给了一点，然后给了第二次，好像第三次再想给就给不了，也受到了。就是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来看也好，或是在日本的，就是我这个朋友跟我讲，他说中国觉得台湾是他一个省，他的省要疫苗应该问国家要，那就是台湾要疫苗是必须通过中国的途径的疫苗，
才能。所以你上次不是讲吗？就是这1000万字是通过通过那个叫什么上海的那个叫什么集团通过他买过去的哦，复兴集团。对复兴，对，通过复兴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美国不能直接给，日本人想再多给一点也不行啊。当然，日本是我们前面预定的那些，后来说我们不用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啊，本来说安倍要来的，现在安倍也不愿意去，安倍也不参加开幕式，就是明天不参加开幕式。但这个消息准不准确我不知道。如果他没来，那就算我讲中了啊。如果他又来了，你就当我放屁，没关系，反正我道听途说的，但这个消息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啊。还有一个讲到一个，就是奥运的选手到今天为止，奥运选手包括他的教练，包括他的有关的媒体的，还有就是关联人吧，就是在奥运村的住在外面的，只要跟奥运有关系的人，现在感染人数，就是有阳性的，到今天在2个小时以前得到的数据是已经有75个人，包括有运动员，对吧？当然有那个英国的运动员，一个射击的那个很漂亮那个，那本来已经在英国就感染了阳性，所以他就辞掉了就没有来。大家日本的这些就是他的粉丝们都感到很惋惜。还有一个是哪个国家的？捷克的啊，波兰的。波兰的也发现，游泳的有6个人，阳性，然后他旁边的有12个人是属于亲密接触者，所以，这些感染的人已经到75个以外，明天就开幕了啊，就是还有每天都在增加几个的、5个的、6个，每天都在增加这个运动员啊，包括教练啊。那老百姓，你到街上去问他，所有媒体都问，就是你对这个奥运有多少的关心度？好像没太多关心，关心的都是这个肺炎怎么办？我什么时候能喝酒？甚至于我看到有个电视台，他关心上野公园出生的那一对熊猫，它的名字起什么名字？他在考虑这个问题，他没有考虑奥运，因为他也到，他买不上，他也去不了。他不关心奥运，他关心上野公园的那个熊猫是从中国借来的。日本特别喜欢熊猫，最近在1个月以前生了一对，生好像两个都是一男一女，还是两个是女的，我忘了啊，雌性的。现在为这个熊猫起名字，老百姓他有这个兴趣，反正对他的奥运没有兴趣。所以我刚才放的那个，那你刚才我放的这个视频。就那一段路上，你看不到旗子，就你到了街上，根本在我们新宿看不到一面，就是新宿在靠近歌舞伎町这一边你看在两边路上看不到那个挂的奥运的旗子，再在皇居的旁边，这就在他旁，就在他这条开奥运的主会场的路上看不到两边。你比方说北京奥运，对吧？或者哪里奥运的马路边上全是彩旗飘飘。那没那种完全没有奥运的感觉，你看这里完全看不到的，这是个你把这个视频继续放下去了，只有到了这条路上，这个是应该是本来是观众入门的地方，现在已经封掉了，完全进不去，也不可能有观众进去，只有这条路上有一点彩旗，有几面旗子，它不是那么醒目，对，这已经这边就已经到了这个主会场的后门这边，是运动员入门的地方，一直放吧，你把这个视频一直放下去，对。好，我要开始往左边拐，这主会场，对。所以运动员啊，那得了肺炎的来不了的，都在网络上自己发消息，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奥运会。
这个里面有个停车场，因为我经常在这里，以前在这里开会，我是他的这个东京都的青年团的一个成员之一，所以我知道这里有个停车场。估计这2天已经进不去了，这是我是前天去的，19号吧，我下了车以后就靠往这个主会场的门口走，哎，身后就是我的声音应该在讲，就是3天后就在这里举行奥运会的开幕式。这次灾难性延迟了1年以后的奥运会就在这个地方，这边是那个五环，就是大家喜欢拍照做纪念的，所有媒体人都来拍这个五环。这个铜像是奥林匹克的使用者创始人啊的一个铜像，站在这个角度。这个五环的后面主会场，这是19号的下午4点钟左右。我在为帮你们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到了现场，这里没有戒严，这里可以进去。但今天开始有没有戒严，我不知道，因为那一天的头一天还在那个，它有一个奥运会的博物馆还在开着的，到了19号开始就停止，一直到8月20号闭馆。这是著名的五环，大家都站在这里，拍照的地方。3天以后，我们在外面每一个人都是戴着口罩的。结果我看你们美国的视频，包括英国的那个欧洲杯足球赛，哇，都不戴口罩。在日本没有一个不戴口罩的在街上走，全是戴口罩。在美国不是所有的地方不戴口罩，很多地方都是口罩。比如说你在坐飞机，对吧？你旅行啊，比如说在很多公共的场所里面。啊，你还是我会看戴他口棒罩。球，打棒球为什么不戴口罩？他是因为是打了疫苗的，有那个通行证是吧？我不知道，具体不知道啊，因为美国是一个很复杂的国家，美国严格意义上是个联合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它甚至有联邦政府，有一些地方在美国州、美国地方，它的法律规范不一样啊，所以你很难看到美一国个统一的画东面，一个铁丝网，所以西。我说。这次的奥运会就是在铁丝网里面，像在监狱里面举行一样，但结果这个监狱里面还没有人，只有运动员，没有观众的。讲到这个没有观众的奥运会，这不是第一次，这不是第一次，在100年前，大家应该有记得，叫西班牙流感的时候，那一届的奥运会也是没有客人，正好。就是那么巧，你看100年前，但日本的64年的57年前的奥运会当然是有客人，但是他是第一次用电视转播。哎，你以前的奥运会那次是在哪里开？你记得吗？我不知道，好，我不知道，应该在西班牙吧？在，就在西不会，真的。班牙。对，西班牙，你查一下吧。好。是，反正是1920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当我胡说八道，你查一下吧。反正那一年的西班牙流感的那一届的奥运会是没有客人的，所以奥运会没有客人，东京奥运会不是第一次，电视转播呢，57年前是第一次东京奥运会，在那一年，美国日本为了转播给像转播这个奥运会。在那一年的同年3月份，第一次向美国进行了转播，然后让一些日本年轻人反美的人冲到了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把大使的大腿上捅了一刀，好的没把他捅死，就美国大使啊被捅了一刀，在奥运会召开之前，然后在57年前的这个奥运会，日本也遇到一个大的灾难，是什么灾难呢？没有水。完全就是个当时讲的是东京沙漠，没有水，因为那一年是10月1号开幕的嘛，就夏天整个都没有下水，一直到9月20号下了一场大雨，哎呦，才是谢天谢地，在这个东京奥运会才成功召开，那是57年前啊，64年，然后因为那是水灾，那是水旱。
旱灾，那这次那是全世界一样的肺炎，那也是个灾害。然后，哎，刚才那个视频就完了啊，OK， 就是看到那个周围就没有，就是你看开幕前的三天前，周围就没有几个人，就是除了几个来拍纪念照的，还有稀稀拉拉的媒体，我看到中央电视台有在那里拍啊，有。你刚才讲的是1920年的奥运会是吧？对，1920年的奥运会是在比利时。啊，比利时啊，对，比利时，对，对对，比利时，对对，我也查到了比利时，对，那一年是没有客人，对，没有客人，是正好是西班牙流感的时候，然后你看啊，现在这个奥运会场，今天晚上是外面是亮的灯，我有朋友在那边看到拍了一个照片给我看了，有亮灯，里面是进不了客人，明天仍然应该是。按道理本来是邀请了80个国家的80位首脑级的人物或者是大臣之类的人来，但是现在已经只有15位可以答应要来的，这15位里面还除掉一个文在寅，韩国的大统领不来了，韩国大统领就是总统，韩国总统不来了。这个文在寅不来，这个听说是你们日本的这个公使讲了一句话，说如果是个这个文在寅要到东京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他等于是自卫手淫，对吧？这句话是不是真的？但真的真正是不是这个没有办法去确认，对吧？这是媒体这样报道，有这种传闻，但是真正的官方里面没有这样讲，反正他就是没来。而且呢，没来以后呢，在奥运村，不是亚运村，在奥运村里面，韩国人第一件事，韩国运动员第一件事就挂了一个政治标语，所以还有5万人等着要来。其实那句话是一个政治色彩的一句话，就是讲的是大概是1950几年的时候的李大将军的一句话。但是韩国有个叫李大将军啊，那韩国的历史我不太清楚。一个李大将军讲了一句话，那就是当时好像是应该是朝鲜，不知道韩国跟日本作战呢，还是打仗还是干什么，反正是一个政治性的口号，就挂在了他们的奥运村上面，然后呢，那写的英文，然后就奥组会要就把它撤掉了，这是韩国人的一件事，在奥运村里面，然后还有一件事。就这两天媒体一直在报韩国人，中国人倒是没怎么报，没有报中国运动员什么事。韩国人还报一件什么事呢？韩国人的运动员本来在奥运村里面有食堂，大家都可以去吃饭，他不去，他要自己租了一个酒店，在附近租一个酒店，专门为他们韩国运动员搞了一个食堂，他们那个泡菜是从韩国进来的。然后呢，有些东西是从韩国带过来，但更多的食物是在日本当地来取材，那就行了，你就单独搞一个食堂，你就搞一个食堂。结果他又搞出一个问题来，又搞得日本又不高兴，是什么呢？他把那个福岛的蔬菜啊，什么牛奶啊，大米啊，只要是福岛来的东西，都要检测一遍。他们是用的那个小机器检测，我看到那个电视摆出来那个小机器，那种机器我也有过，那也检测不了，那也不精密，对吧？真正是像个雷达一样的，就像一个大，就现在滚筒式的洗衣机啊，有那么大。我到福岛的现场农业所去看过，他们有六，当时在那就是在5年前吧，有6台，很贵很贵的，是美国人造的。我说你们日本人造不出来啊，日本造不出来。那日本有，要用美国的才觉得是更加有国际信任度。他们用的美国高价的，比日立的，日立也有这样的检测仪器啊，而且价钱没那么贵，这性能也是一样。但为什么在那里展现给媒体要看美国的呢？他要给大家有个国际信任度。你看，这是福岛的一个农业研究所里面用的设备，是用的美国设备在检测。他一天要检测
检测1万多个品种，有大米啊、水啊、鱼啊，就是各种的东西，它所有的农作物、水产物，只要人吃的、要用的，它都要检测。这已经经过精密的检测过的以后才能上市的，这点我们在日本待了那么多年，我们是知道的。所以韩国现在还进，韩国还在进，就是包括东京，有9个县的农作物是不能进韩国的。好，所以到了日本来以后，一看到食物的标志上面有是福岛产的，比方说苹果也好，或者是蔬菜也好，大米也好，哦，他们就不行。然后韩国媒体还大肆报道，然后又让日本的千叶县的知事，福岛的知事今天发表谈话，他说这样的话，如果在国际媒体再炒作这种事情，又给来带来一种就是风向标啊，福岛的是核辐射的东西不能吃。日本人为了平息这个风波，我们叫风平，为了平息这个已经花了10年的功夫，是吧？日本国内以前也这种谣言很多，就日本做了很多的努力，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连台湾都让福岛的大米可以到日本的大米可以到台湾去出口的，中国应该是不行吧？中国的大米本来就进不去，就是韩国的媒体这样报道，包括他的运动员做了这两件事情，给日本的就是国民的感，就是对韩国人的好感度啊又降低。他本身他的大统领不来，对吧？那也就算了，本来想好多年，文在寅好像当了总统以后都没来过日本，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进行个交往，所以日韩之间的摩擦也是相当的严重，关于慰安妇的问题，对吧？然后在本来想利用这次奥运会能够见个面，这个又没来成不要紧，奥运会的又是挂横幅政治标语啊，撤了，然后又来一个食堂的问题，所以最近的媒体这两天对韩国的国际报道是比较多，还有对乌干达，还有两个运动员早两天在觉得你们这个挺好，跑掉了以后呢，结果呢昨天已经抓到了，今天好像已经把他送上飞机了，让他回乌干达，哎呦惨了啊，把他遣送回去。那当时他本人呢是邀请要政治避难，这个呢没有同意，不像上次那个是泰国，不是泰国，是哪个国家？那是泰国还是哪一个国家？到这踢足球，的一个运动员在会场上是这样举这样的，三个手指头，结果后来在日本得到了政治庇护。那这个不一样，这完全就是来了以后下了飞机，对吧？进了酒店没有多久就跑掉了，两个乌干达的，所以说。本来说是让运动员规定要，每个运动员要用 GPS 来监控，就是怕运动员在日本国内乱跑嘛，怕有感染的或者被感染或者传染感染，最早是想就像本来像那个孟晚舟一样的带着 GPS 带着身上的，后来就不给，后来就说还是不要这样，我可能国际舆论会觉得是违反人权，那就用手机吧，现在这最后定了就用手机来定位，结果现在是你用手机，他把手机扔在酒店扔在房间里，他不带他不照样跑出去了，对不对？这没有用，这管不住啊，所以往外面跑的还有一个非洲的一个国家，我忘了那个名字，那国家的名字，还有一个运动员就性侵那个就是在日本做那个做公益活动的，Bolandia 的，性侵日本女性，日本女孩子，你跟她讲话，日本女孩子本来就很热情，日本都很热情，然后日本女孩子笑得很灿烂，她本来做义工的，对不对？那你哪个外国人跟她讲，她都是很热情的呀，对不对？她光天化日之下，不能因为她热情就觉得日本女孩子就容易上道，她。对了，进行还说是人家愿意的，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这是媒体爆出来的，就是
现在就运动员来了以后，对吧？每天在来，现在都已经来了，有的是来了10天的，有的来了1个月的，有的在别的县，每个县都在接待嘛，在搞一个集中营、训练营，对吧？比方说在长野的有，在埼玉的有，这些慢慢，哎，在外面的有被感染的，这总共加起来有75人被感染。美国的女子体操队，哎，他就干脆不住奥运村，他自己住一个酒店，但他里面也有一个阳性的感染者，美国女子体操队。好，我讲的这些，你有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我在想这个事情呢。你说这个东京奥运会，即算是现在顺利开成了啊。那么他是不是整个投资还是不是亏损很大，没有达到别人的这个原来预期的大家预期的这么一个目标啊？那当然了，亏大了。门票没卖出去一张，本来有几百个亿的门票收入，对吧？门票收入是一个方面，所以今天的节目里面，这些评论专家都说，到底是就以给他们一个慈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加拉利斯的一个媒体人，他以前是 NHK 的一个讲新闻的，后来离开了 NHK 到了民放，我们民放就是民营电视台。他今天讲了一句话，到底是政治家要名誉，开这个奥运会是政治家为了要名誉，还是为了要乌咖喱，还是要钱，对不对？当然他的转播权，对吧？国际奥委会，对吧？他要给一笔钱的，然后就是转播权，现在只能转播看电视，这个是收入的呀，对吧？东京都投了那么多，盖了会场，国家也投了那么多钱，对吧？盖了会场，那重新盖这个体育广场，那广场最早就是，对吧？因为这个找了一个伊朗人，对吧？当然网络上有讲，对，我上次节目讲这个伊朗人是因为是少数族裔，还因为是外国的女性的设计师，所以日本就以这个价格高把它回绝了。这个倒是日本媒体是没有，我查过，我也问过，这个还真不是一个主要的理由，没有作为一个理由，是真是因为他当时的价格太高。你想他的造价是我那天给是多少？250亿，光造这个250亿，然后现在改的这个新方案只有150亿，哎，300亿吧，350亿，那个是350亿，这个才150亿，新造的，而且还包括了，因为它是木头的结构，没有封顶，是木头的结构，所以当然是便宜，然后再重新由日本的那个魏彦武来造的，然后。这个今天的这个奥运组委会又解任一个，就辞掉一个，就开除吧，开除了他们的这个明天开幕式和闭幕式的那个，我们用中文讲总导演，应该叫总调度，叫秀的迪雷古达，他是表演的导演。一个叫小林贤太郎，因为他在很多年以前的一句话，是因为那个关于犹太人投杀了300多万、几百万投犹太人的一个他拿一个段子去开玩笑似的，然后被美国的一个犹太人人权组织介入的这个问题，今天辞职，因为明天开奥运了啊，等于是张艺谋当了这个总导演。到了明年，大家开奥运了，这个岛也没有了，就是支持日本，所以接连不断的。但以前的这个我们的奥林匹克的这个以前森喜朗，对吧？因为对女性的蔑视，说女的理事讲话太啰嗦，因为这句话被媒体揭露出来以后，公布以后，他辞职，前首相，对吧？他是前奥林匹克的会长，就只有才有。有现在的这个女的桥本介绍，等于现在的东京奥运会的三个头面人物，我们的大臣，那奥运大臣是女的，东京都知事明天要加那个旗子的也是女的，包括东京奥林匹克的这个，他原是运动员或者是国会议员的桥本，
就三位女的头目做了奥运，当然了，不等于就能改变日本真正的个女性地位的提高。嗯，还有，日本的女性这个在欧洲和美国看起来好像这个地位改变的速度非常缓慢，是吧？嗯，对对，日本当然这些年呢是关于女性就职的问题呢。应该说是比我30年前是好了很多，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对于双职工，有一个他不是幼儿园，叫保育员，保育员都是由地方政府出钱的，保育员呢就根据你男性一般家里只有男的工作嘛，就或者你双职工加起来的收入的总和报税，根据你报税的情况去付那个中餐费。其他钱几乎都是免费的，只有一个中餐费是免费的，所以叫保育员，那是由各个地方政府，所以在以前有在家里要待机的，要等待入保育员的有多少几百个人、几十个人进不去，那就是一个新闻，甚至上千个人东京都进不去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大新闻，小孩进不了保育员，所以现在慢慢在改善，就是为了提高女性上班，是吧？双职工，所以日本现在一般是到1岁半的女性是有产假，1岁半以后就还是提倡女性去工作，所以1岁半以后小孩子或者1岁开始，我的小儿子就是在1岁开始就放保育员，那时候因为这是讲的不好听，那时候我开个奔驰，我要开着奔驰去接送小孩，结果我的保育费是很低，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开那个湖南菜馆，我们有亏损，因为我们刚刚开始5年是没有钱挣的，是跟国家借的钱，不等于开的好车，我们家有钱，所以我拿税比较低，那个时候，现在我拿税比较高，就是所以开车这个东西，我再讲到，麻烦你再放一个那个视频导播，就是昨天在奥运会的预赛的第一场，东京第一场比赛是女子软球，你知道软球是什么意思吗？老何，软球不知道，软球是女子打的，像棒球一样，她是往底下投的，那个是女子打的，所以那个球比较大，跟棒球一样的球，球比较大，而且那个棒呢，因为是女同志打的比较粗，球棒比较粗，它叫软球，用日语叫soft ball， 我讲的不是英语啊，我讲的是日本外来语，就 soft ball， 应该听得懂吧？英语？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们的这个软球我第一次听到。soft punk 是软银嘛，日本的软银叫 soft 的软银嘛 ，soft ball 就是球嘛，软球嘛，翻译成中文应该是叫什么呢？台湾也是翻译成软球，哦，应该叫垒球，垒球，美国人发明的，美国人发明的最早，是女子垒球，我们 OK， 就打这个球，你看这底下有两个人在，这是在昨天的真正的这一次，东京2020东京奥运会的第一场比赛。就是昨天开始的，这个女子垒球的预赛的第一场。那日本人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运动员的士气，也为了提高国民对奥运的兴趣。因为日本垒球呢，是日本的这个项目是他们一个比较得意的，因为他们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就得了冠军的，所以。你刚才讲的就是那个女士棒球嘛？女士棒球，对，我完全没搞懂什么叫软球。OK， 明白了。软球，对，叫女子棒球。那个球呢比较大。叫软式，也可以翻译成叫软式棒球。对，软式棒球。日语翻译就叫软球 ，soft ball。OK。我讲的是外来语，我不懂英语的，我完全是讲的外来语。讲的日本式英语，然后呢，这个他在2008年在中国的北京奥运得过冠军的是他们的强项，这是他昨天的第一场比赛，
今天的男子，今天啊，明天开幕嘛，今天晚上的，在男子的足球是昨天，昨天你是垒球是日本对加拿大，这应该是对加拿大8-1日本大胜，哇、哦，日本，哎呀，那电视里就牛逼吹吹的，今天整个白天就滚动性的报道啊，日本打赢了，因为这是他们的强项，才能安排的第一场比赛。今天的足球是日本对南非，对，1-0。刚刚我跟你做节目，刚刚打完这场球，1-0，这也算是跟南非打，日本男子足球也算不错的，也算他们的强项，都安排的，1-0。南非这一次发现有2个阳性，所以他19个队员只有17个队员可以准备在，到了现场，进入场只有17个，他本来是19个队员来的，下了飞机以后就发现两个有阳性。啊，于是这个软式棒球，这个日本赢或者是怎么样，也不是很，因为就是日本人玩的嘛。对，因为这个软球的它不是一个真正的规定型的奥运会的规定项目，就哪个国家强，你就自己来弄，你就把它设定。是哪里举行奥运会，你国家强项的东西，你就把它设为奥运会的项目，哪个国家都一样。因为日本搞不了几块金牌，你说在亚洲，第一肯定是中国，第二是韩国，对吧？第三才能排到日本，搞奥运会的金牌的话，对吧？但日本强项的地方只有一个男子啊，男子团体操的这个，男子团体操是强项，不是，对，男子团好体，了好了，就是你们日本的棒球就是了，好吧？对。软球，日棒。全世界都叫棒球，女子软球，女同志打的球，是软的球，棒子比较多，球也比较大，然后呢，我讲那个，我讲，女对，子，因为我去，因为棒球比赛有一个很绝的绝杀场是在纽约嘛。啊，那么这个，所以我们有时候还去看过，然后到这个小孩的学校，有很多这种棒球的这个练习场，哎，我就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叫软性棒球，所以刚刚赶紧一查，发现是你们日本的特产，是的，人家美国人发明的。反正我们俩都不是，是日本人发明的，不是美国发明的。我查了一下这个历史，是美国人发明的。没有，这上面写的是日本发明的，日本发明，日本发明。没美国关方系，面看多了我们俩都是运动员外行，我们都是体育外行。，OK，我们再查，我们的观众比我们要熟悉啊。没关好系，好让我了，好了。去查。OK，然后让我们的网友观众去查。然后我再讲讲那个。我今天跟你做了一点准备，被你扯走，不得啊！现在运动员已经发现了啊，讲到那个刚才讲到那个北岛，就是刚才前面有个视频，就是软球的那个视频底下两个解说的，这个对，这个这两个，这一个呢，左边这个主持人呢，左边这个人主持人呢叫樱井翔。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京都有个叫南山，山字旁山底下一个峰，南山的南，一个组合，一个男子组合很有名的其中一个主要演，他其中的一个演员，叫樱井。这个男孩子举行过红白歌星的主持，这一次的奥运会明天的开幕式，他就作为主持人之一，樱井。然后他中间这个主持人，这是昨天给那个女子软球做主持的啊，做解说的。中间这个男的叫北岛什么界来着？我看看，我对运动不太熟悉，叫北岛康介，对，康介，对，北岛康介。他在2008年的时候，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得过2块金牌，他游泳的运动员。很有名的，他今年已经39岁、38岁了吧？他已经退役了，现在基本上就是在做主持啊，因为他长得形象不错。我讲的这个游泳运动员，
再讲另外一个日本的，我蛮关注的一个裸体王子，哎，这个对，这个裸体王子，这在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裸体王子，他的名字叫濑户大桥，对，濑户大桥的濑户，山林水的濑户，他叫大野，也是这样的野，大野大桥的大，濑户啊，这小子啊，在日本的一个美誉叫。裸体叫的哈嘎达的欧吉，他是裸体王子，但运动员都要有这个游泳运动员都是穿三角裤，都要都穿短裤，不是三角裤啊，就是上身都是裸的嘛。那为什么讲他是裸体王子呢？因为他在去年啊，2020年的时候，他结了婚，他的老婆是一个很漂亮的跳水运动员，已退役了，生了两个小孩，有两个女儿。他去年啊，他跟全日空的一个女孩子搞不伦，被周刊新潮拍到了。他是内定了奥运会的选手，因为他这十年间，他今年才27岁，他17岁出道，十年间在为日本在国际上得了好多个那个世界冠军，游泳的，他是那个他不是蛙泳，他叫什么泳来的？蝶泳很厉害，他肌肉也很漂亮，是吧？你看他肌肉，然后呢，他搞了一件不伦，是跟全日空的女孩子空姐，跟一个很漂亮的空姐，那个空姐的哥哥是那个詹姆斯的贾妮子，一个组合的一个有名的一个男演员的妹妹，他们俩。他开着个高级豪华的外国车，进口车，开着车去接了那个女孩子，进的不是个高级五星酒店，进的而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酒店，人家干的那个事儿，出来了，被周刊新潮给拍到了，还继续拍到什么呢？他把他那个外国车把那个女孩子送走以后，回到家又换了一个国产车去接他的两个到幼儿园，保育员去接他两个幼儿园去接他两个女儿，也被记者给拍到，这被媒体公布以后，那没办法呀，他十年间为日本得了那么多冠军，还身体还健壮，是吧？然后还就是身体素质还很好，他而且只有他还能真能给日本得了奥运的金牌，那么要金牌嘛，那就不伦就不伦呗，作风问题那就摆在边上，就反正也道歉啊，公开道歉，这是他道歉的照片，你看他道歉，也鞠着躬道歉就行，是吧？日本呢对于作风问题，但也看重，是吧？政治家也是道歉啊。也是辞职的，国会议员辞职的也有，是吧？那作风问题，你看我们中国人都熟悉的小泉独身，是吧？说报道他的什么找意见，那没事，他照样当首相。还有一个首相，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特别熟悉的田中角荣，是吧？他也是，他有老婆的呀，是吧？他搞了一个艺妓，生了一个私生子，叫田中京。我跟他田中京是好朋友呢。我们一起到外面去，还去过中国的，以前搞音乐的，是吧？田中角荣他有私生子，他当了首相，对吧？他当首相的时候说是不是要公开这件事，公开也就公开了，他还是首相，他照样当首相，是吧？所以在日本呢，但我不是表扬日本，就是日本对自己作风问题呢，只要你专长有能力，该当首相还当首相。你该当，你去为日本争夺金牌还得夺金牌，没有辞退他，他还是作为奥运选手，所以下面的这个游泳比赛的时候，大家盯住我们的日本的裸体王子濑户大野啊，看他能不能为我们日本拿几块金牌。讲他来讲什么？现在我们已经讲了一个多小时了，这个，我还有一点说话，就是这个奥运会如果谁是，出现比较大的问题，有可能中间停掉，这种可能性存在吗？
在日本的奥运委员会的有一个理事讲个，可能到最后一刻都有要停掉的可能，有这么一个人讲过这么一句话，那就是我现在开始给你做节目，现在是我们的日本时间已经12点了，深夜的12点，明天晚上8点，那就是还有多少个小时，还有将近也只有十几个小时了。那20个小时，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两个呢都是奥运外行。哎，我不但是体育外行，而且我是一个反对奥运的一个人士，虽然非我常也是，支我也持。是，我也是，我是哦哦，觉你得，也是啊？哎呦，我也是。那个我们多了一个人呐，我私底下告诉你，我真的是不是私底下网友都知道了啊？就是说我基本上深深了解奥运以来，我就认为这是一个表现民粹啊，这是一个扭曲人的正常身心的一个场所。啊，民粹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大大的啊发扬一番啊，不是真正的奥运的精神，他们所提倡的那样，不是那么回事。奥运现在的问题太多太多啊，我是建议干脆就不要开了啊，就是啊，但是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我觉得很遥远。但是毕竟今天我发现有了两个人反对奥运啊，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人是体育门外汉，所以因为。你又犯危害，所以自然的对体育没有好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在美国工作，尤其在公司里面工作啊，你觉得人际关系有问题，首先啊，看体育，把体育看明白了就有话说了。否则的话，人与人见面很无聊啊，对吧？所以谈体育是美国男人交往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基础必要的一个背景。但是好像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这个要求，所以我们两个人也不懂，两个人也反对啊。更重要的是，我们两个人可能都不锻炼身体，是吧？对，因为我是搞文艺的，应该我以前算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不是体育运动员，我不是运动工作者，我是叫文艺工作者，所以我关注的呢就是这种奥运会的开幕式，是吧？有什么歌舞表演啊，有什么秀啊，什么表演啊，这个我是比较关注的。但这一次呢，你看。今天我们日本的那个这个总导演都被辞职了，都被开除了，是吧？明天是谁来主持？当然应该是他每一个部门都有规定的人在的，应该有不会。AB 角，AB 角，对，应该还有其他的导演可以做的。因为虽然他是个总导演，总调度吧，也就是都已经排好了，他的助手说不定他就在背后，只是表面上把他辞了职，对吧？这说明他的。是不管我反不反对啊，那但是我还是希望东京奥运会能够顺利召开啊，希望我们的各国的运动员能够身体健康。没啊，错，那么来的时候身体健康啊，然后回到自己的祖国，回到自己的家乡，还是很健康啊。我们的镇上，我所在的这个镇上啊，曾经有一个奥运的冠军啊。那么这个得到奥运以后，旁边还有人游行了一下啊。这个美国是把这个奥运选手，把这个体育的东西当成一个非常好玩的，是一个这个还大家很有兴趣的一个事情，但是不是那么的政治化。但是在有些国家是比较政治化。那么到现在目前为止，东京的奥运会虽然出现了一些政治的事情，但是整体来讲还不是那么政治化。然后你刚才讲了日本的民众反应比较淡漠啊，我觉得也不错。那实际上在淡漠的，在奥运会淡漠的纽约人算一个，纽约是由于你早几年准备申请奥运会，还没有开始提出来民意调查，大家基本都是反对的，没几个支持的，所以后来连申请都不敢申请了。所以每个国家不一样啊，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不喜欢奥运啊。但是我希望奥运能够顺利召开。对，今年的这次奥运会啊，你不要看金牌多数，这绝对是一个不公平的，因为本身它延长了一年，是吧？有的人的年龄在已经增大了，他本来在去年可能成绩会发挥得更好，但是这一年都是每一个国家哪个国家的运动员都不可能发挥正常的发挥出很好的水平，因为这一年都是在关紧闭。是吧？都是在关紧闭，而且明天开始的运动会也是一个没有观众的情况之下，没有一个现场的那种激烈性，是吧？跟他们以前的比赛不一样的，所以
有英国还是哪个国家的那个羽毛，不是，那个叫 tennis 网球运动员，他说没有观众我不来，所以这一次的比赛就根本就看不出真正的体育的实际水平或者国家的水平，是吧？所以有些是国家代表，每个国家是代表国家队。你像在日本的体育运动以前，你像很多运动员选手，你看他的成长的历程，他不是国家培养的，都是妈妈培养的，都是家里自己掏钱培养的，这就是日本的体育。所以日本的小孩踢足球也好，他不是什么体校，也不是说进到什么到了一定的年龄有国家的集中训练。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但你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基本上都是小时候都是靠自己家掏钱。你看福原爱他们从小去打乒乓球，是吧？都是他妈妈带着的。还有一个伊藤，伊藤诚美，一个中文也讲得很好的，是吧？他们那些打乒乓都是家里带的，就是应该是一个全民运动吧。但可能他成名以后，是吧？在少年队当了一定的名次以后，国家把他作为集训啊，国家给一些补贴啊，或者到一些专业队伍里面发工资给他。所以我刚才讲那个裸体王子，他是属于全日空的那个俱乐部的，所以很多运动员都下设到每一个企业单位。这次还有一个55个广告商。包括丰田汽车啊，这个汽车那个汽车电器，55个广告商，明天到那个奥运开幕式的有37个已经辞退不去，不参加开幕式，所以说安倍也有可能不去啊，这可能是我李小牧第一个讲的啊，如果讲这里就对了啊。好的，我们前面讲了，就是希望东京奥运会顺利召开，但是假如万一不顺利的话，出了问题的话，我会随时请李小牧先生跟我们这个上网来这个介绍情况，好吗？好的，啊，非常感谢啊，也感谢我们的观众啊，能够包容我们两位这个不但是体育的门外汉，而且是奥运的一个反对者，所以呢，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啊，挑了奥运会的一大堆问题。如果你要看正面宣传的报道，请看日本的 NHK。开玩笑，你是 NHK 也会有报道不少问题新闻吧？只要是事实，就应该呈现给大家。不，NHK 报的问题没有民放报的多。日本的民间台每天都是就跟我们讲话一样的，都是很尖锐，都是没什么好事，全是讲一些这不好那不好，这不好那不好。NHK 都很少讲那个韩国的事情。OK，谢谢，好，谢谢小莫啊，谢谢我们的编导，谢谢我们的观众啊。如果不出意外，我们下个星期见；如果出意外，我们随时相见。好，再见。OK，再见。OK。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YouTube 频道名：明镜火拍，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网站 www.minjingnews.com，推特 @minjingnews，脸书 facebook.com。